点，穿着黄色运动衫参加路跑的选手陆续抵达活动集合场地。台北市自来水博物馆难得出现大规模同一公司员工聚会的热闹场面，大家精神抖擞，团结一致。看起来、有一点朝气蓬勃啊！中华电信、一直在、走在大家、前面。平常大家工作都很辛苦、可以出来跟大家这样子在欢聚在一起，很高兴，然后又可以运动，很好。要结合大众，结合我们的客户，为我们的四季 LTE 0905而跑。看到的是我们自己这样子黄色的衣服，我就好感动，你知道吗？我觉得这是一种向心力的一种凝聚，所以用这种方式来彰显说，我们马上要开动我们的四 G， 马上要让我们的 MOD 在突飞猛进的那种感觉，一种宣示的这种效果，我感觉真棒啊！在北区分公司与总公司同仁携手合作，连日筹备下，103年5月24日，中华电信公司举办的数位生活节能省水一起跑活动，同仁们在董事长蔡立行带领下，聚集在水博馆广场展开热身活力操。董事长蔡立行启勉大家，有活力的公司来自有活力的同仁。中华电信在迎接4G 与光纤到府的挑战中，要成为最有活力的电信公司。哇，今天你看我们中华电信要办活动，天气就变好了。这个我很高兴啊，在这个自来水园区看到那么一片都是我们中华电信的同仁。刚刚在这边这个叫什么暖身操是吧？我不晓得你们怎么样，我是一头汗。我很高兴啊，礼拜六放假天一大早有这个机会，一开始就有一个健身运动把身体做好的一个机会，这是我们中华电信需要的精神，是不是？是。我想我们任何一个公司一个组织，不管能力怎么样啊，可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有活力的员工，有活力的同仁，有热情的同仁。蔡立行董事长并且鼓励同仁支持行动通信分公司总经理林国峰以及北区分公司涂元光总经理全力冲刺中华电信推出的 4G 服务以及丰富 MOD 内容。超过2500名中华电信公司同仁与眷属以象征朝气蓬勃的黄色衣衫，让自来水博物馆成为最闪亮的起点。活动首先登场的是6公里赛程，董事长蔡立行与总经理石木标和同仁们站在同一阵线，大家高喊中华电信加油。枪声响起，第一梯次参赛选手展开激烈的6公里路跑。由眷属与同仁们参与的3公里赛程，则可以看到许多温馨又感人的画面。
不少年轻的同仁带着孩童一起参加，而资深员工则是邀请家人参与公司的活动。大家以轻松的心情，在台北市福和古亭河滨公园的堤顶道路，和同仁们一起享受台北市难得清新的空气以及温暖的河岸风情。半小时不到，六公里赛事已经传出捷报，许多平时有在锻炼体能与耐力的同仁很快的就返回终点，接受大家的喝彩。获得六公里男子组冠军的同仁是这位工程师，平时就爱跑步的他响应公司首次举办的路跑活动，为了建立记录，赛前他特别勤加练习。感受觉得压力蛮大，因为这个比赛万一明年办，我想说把它跑好一点，以免这个明年被记录被刷新太多这样。另外得到女子组六公里冠军的是这位带着孩子一起来参加路跑的妈妈，她感谢家人支持她在中华电信服务，让她有更多的活力和朝气接受挑战。我先生开车载我们来，然后小朋友，然后这个是哥哥，他小四，他陪我一起跑六公里。对，男子组得奖同仁接受董事长颁奖，女子组同仁也获得总经理表扬，同仁们为得奖选手感到高兴，并且希望未来能持续举办这样有向心力的活动，让家眷与同仁倍感温馨，可以增加大家的情谊，除了是工作上，那发展业余的一些兴趣是非常不错的。中华电信办这个活动很有意义，哎，为市区加油，对中华电信很有信心呢、啊。越来越会越好。值得一提的是，适逢中华电信在2014年将大力推动4G元年的行动服务，参与路跑的同仁都挂上了同一个号码牌，期待为中华电信4G门号的开头号码0905跑出亮丽的成绩。一大早看到这么多黄色的胜利军，充满活力，来中华电信的同仁眷属一起参加这个路跑，感觉到就是像是充满的希望，充满的朝气的一个地方啊、哦，觉得跟我们0905中华电信4G的门号啊、哦，我们就是九五之尊，因为是中华冠军。本次路跑活动，中华电信也应用多元的数位工具，除了展示清晰的 4G 转播功能、现场直播实况外，更有无人驾驶遥控直升机摄影。另外，同仁们用手机下载活动 APP， 以及使用 QR Code 扫描报到等服务，让同仁们率先感受到数位生活的便利。